别说是那我也完全是我把事情咋不接受啊
万五。Thank you.
说姐，那刚才闹个话你来闹，人家是人家是小金嘛喂。人家是平方平手的平方人。我是接了复杂，其他人家就无感觉上山。也是咯哈，你不要一早跟去啊，因为我白天能够睡，啊，老白就比较急噻，对不啦？急吧，其他人。特别过夜啊，你不吹啊？因为其他人在摸不正经，其他，哎呀，有无朋友啊？真的。不会是吧？也不，还有咩好事？你讲你有朋友。有咩好講啊？千年之中，那句话你就话出声会。
有過嘅，我係嗰只咁嘅。好，看看啥？哦，好。
快好多啊！